我对今天表现非常满意。对，在第三跳完了以后，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的动作落好了，我已经把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了。有的时候，有的东西我们控制不了，就像裁判打多少分数啊，或者拿到第几名，这都已经是我没法控制的事情，我只能控制我自己。头脑的想法啊，怎么克服压力，怎么去做自己最好。